且是天下的预告片出了也有一年了吧，但不知为何自从出了预告吊足了大家的胃口之后，且是天下官方就跟罢工了一样，要不是逢年过节出来一下，还真不知何时能见到呢。但有所不同的是，起初见到两人的这些装扮是惊艳，还有一种书中的人物有了脸的感觉，可再次见到时心里想的却是这剧何时能播，不会永远活在预告里了吧。如果不是看到了该剧已经备案的消息，想来有不少网友和小天才有着一样的想法，因为这部由同名小说改编而来的作品实在是让人们盼了太长时间了。不过这话说回来，好剧一向都不怕晚，想来且试天下也是如此。他有着高人气的原著做基础，又有饰演了多部男主的杨洋做男主，想来在古偶这一块应该是可以过关的。再加上担任该剧女主的还是在《陈芊芊和长歌行》里有过精彩表现的赵露思，也就不怪评论区一片叫好和期待了。毕竟这样的强强联合，不管是谁都会有所期待吧。那么这其中是否也包括了屏幕前的你呢？